近日 TVB 新剧《机动部队》开播，小八本来是奔着林峰和阿 SA 这对高颜值 CP 去看的，没想到被里面只出场了几分钟的温碧霞惊艳了。这是宣传海报调色偏暗沉，而且温碧霞是垂着眼睛，感觉没什么特别。但这一张温碧霞穿着粉色一字肩上衣，一头柔顺的中分长发，再加上扑闪扑闪的大眼睛，我的天，宛如二十几岁的少女啊。不过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宣传海报都是有水分的，修图可以把皱纹去掉，滤镜可以把五十岁的皮肤掉成十八岁，但是港剧一向喜欢用不加滤镜的高清镜头，那可是连毛孔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死亡镜头啊。我们来看下39岁男神林峰在剧里的样子，而温碧霞是这样的，虽然有化妆的加持，但温碧霞这种本来就容易衰老有眼袋的大眼睛，在46岁的年纪能保持这样的神采，小八都觉得有点不现实了。温碧霞在剧里的造型也是十分符合她本人的气质，白色露肩连衣裙、短裙加长筒靴，优雅中带一点少女感，和林峰同框，远看说是情侣也不过分呢。剧里温碧霞的戏份少得可怜，但是和林峰的互动占了一大部分，林峰喊温碧霞丽华姐，而温碧霞的形象也是十分温柔的大姐姐，对林峰是满满的宠溺。剧里温碧霞扮演的是舞女，虽然年过半百，但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，最难得是的，在温碧霞身上年龄似乎是模糊的，漂亮才是她的唯一标签，她和林峰同框看不出明显的年龄差，五十几岁的老大爷也对她很是爱慕。温碧霞在剧里说我老了，要找也找年轻的美女，可小八觉得看年纪的话，温碧霞是真的老了，可是看外貌，谁又会在乎她的年纪呢？而且温碧霞不仅外貌保养得很好，就连笑起来的眼神也是充满多年一直不变的少女感，这才是最难得的。难怪在《机动部队》里，连二十几岁的小警察也对他表达了爱意呢。看来编剧对温碧霞这个角色的定位也是风情万种的角色美女，这对从出道到现在一直被奉为女神的温碧霞来说，可以说难度不大，顺便可以再秀一波美貌呢。不过小八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机动部队前五集里温碧霞的戏份加起来都没有十分钟，实在不够看女神的颜。不过据说温碧霞在剧里和男神方中性会有感情戏，小小期待。